我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马上。我发现戴燕妮不仅是自己在做选择，也是在跟我做选择哎。你们快跟我讲讲话，我太不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感觉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都在。戴燕妮，好在跟你说来，我都挺开心的。嗯，对，挺好的。戴燕妮，等一下，我猜猜你来哪儿了？ 我是一，戴燕妮，你再怎么开心，你也不能一脚踩了，我就要死了。你一脚踩了我，爱你吧，爱你吧，爱你吧。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没有选择的人，所以这个位置是给我的。你开始知道规则之后，我就。 就只剩下等待了嘛，所以就不要给自己太多希望，所以就还好啦。这种感觉让人很难受。哎呀，我好矫情啊，这样哭哭一啼，哭哭。这是曾可妮吗？你咋了？ 就刚那个房间孤零零的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太难过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跟奈万一样，跟奈万也很难过，你们俩可以聊一聊。哎，我差点冲过去拥抱。啊，这可妮。